Baba. Hello， 好久不见。刚好上礼拜五才回来。对对对，他不在。对。礼拜五我来了。对，第一天。对对对对。第一天。我买给你，等一下，不理。那是新玩具。对，我买给他。新的，怎么样？新的。不理。说刚刚英文的 past 是构词的因素，还有一些语的纯粹语音环境的因素。有关跟语体 register 也是有关系的。那你们这样每次都比较多。现在录音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这什么？可爱！哇，这个好难哦，因为我通常都是 S， 但是我想穿的是 M， 因为紫色。哎，因为你是 M。录音。OK， 我洗发精。キノコノコノコ元気ノコエリンギマイタケブナシメジ。わあ。あ、わかった。有 feel 了，哎，对，好恐怖，师傅的脚步到里面来参观里面看。Thank you.
우리 우리 루스타 루스타 세일이다 뭔네 세일이 기쳤다 뭔네 우리 루스타 세일이 기쳤다 뭔네 마크 있다 있는 거나 그아